再检查一下挡泥板，就是这个三层墙纸片能不能够回弹。再把铝盖装上去。 螺丝设计，三十片装好以后，再把整个这个组件。 装到车架上，整个后尾这一套，注意，整个后尾套这一套更换也是这么放的，对准螺丝孔。 把线剪好，没把线插回去。是的。开始检查一下，看线，找线路以后插灯。它灯亮不亮？有灯，有明显。没亮。 检查尾灯线有没亮，怎么样？所有功能都正常以后，盖好盖板。电池固定好，盖板盖好，盖好盖板以后，把脚那边贴好就可以。 盖好盖板，调整好，这边就可以了。